嗨，我是英国校友 Claudia，毕业于英国卡蒂夫大学。回想前往伦敦，在泰晤士河畔的 Shakespeare's Globe 站在台下看戏的场景，不禁让我想起了莎翁四大悲剧之一《哈姆雷特》里哈姆雷特所说的话：“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a question。”也许莎士比亚是想透过这段话来传达给所有的世人。其实，活着的每个瞬间都是种选择，到底是做还是不做，就让我们的智慧与经验去替我们做最后的取决吧。